好，上周呢，我们是讲了一部分的还没有说完的一些文字标注啊，像楼层、文字、自动文字、索引物件跟半径角度啊。那特别说明的是，索引物件跟自动文字啊，这可能各位没有用就忘了。其他三个比较容易啊。那自动文字是在 RKK 里面。如果你在项目的信息里面哈，有把所有的讯息，给打进去哈的时候呢，在图册的地方哈，它有一些表格就会自动的把那些讯息放进去，不用你特别的去打啊，包含比如说事务所的名称、绘图员是谁，这是哪一个案子。然后绘图员是谁，建筑师是谁等等哈，可以这样去建立哈。那在这个标准文字呢，它实际上是打在这个地方的啊，打在这个地方的啊，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打进去那个标准文字啊。这样的时候，就是文字在选择的时候，你只要选择这个标准文字的这个啊，就可以。把这个标准文字呢建立起来啊，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去打这个有关于项目的信息的内容啊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另外要跟各位特别说明的是，我们系统会帮你建这个表索引，可是呢，你也可以自己去做像估计材料的部分，比如说门、窗或者是砖的这个构造物的体积、材积、面积等等哈，那这样有助于你在做估算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比较容易估价哈。那这些呢是帮助你把你的整个设计管理得更好哈。那如果你自己单纯用 AutoCAD 要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哈，并不是说一定不能，是比较辛苦哈。好，那我们。再来的重点呢，是在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来讲这种立体的造型哈，薄壳。那薄壳呢，我们刚开始做的呢，是用平面的方式去做出，我们先故意的用平面去画出它的上视图、前视图、侧视图啊，那这样有个依据啊。这样画完之后呢，我们用壳体去创造一个。水泥块，非常大的水泥块，然后用这个封闭的造型去定义它的形体，再用这个形体跟这个圆洞呢，在各个立面呢去挖出来它的洞啊，比如在第二面像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的虚体的长度，那到了另外一个面度像度的时候，立面的时候，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像度的这个虚体的。这个状况啊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造型啊。那这一种方式呢，是用壳体的其中一个功能做出来的。那我们会再继续说明这个壳体啊。现在先呢，我们先来跳到变形体来说明哈。这个礼拜要先讲变形体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回到平面这边来看，我们要开始来创造这个变形体哈。不过这变形体呢，因为它的功能哈，不能讲复杂，它是比较，跟前面的壳体不太一样哈。它是一个独立的变形体，也就是说，壳体呢，你是可以利用一些虚体来挖，可是这个变形体呢，它做完就结束了，不会有个虚体留在那里。那你可以做一些布林运算，把这个变形体给做给做一些操作。可是呢，它不像这种壳体还能够保留虚体在那里哈，它变形体就单纯你变成那个样子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变形体怎么做哦。你看这个变形体在这里呢，它有线、方形。也有这种体，还有这种绕出来的旋转的体，有这几种哈，这是它基本的造型哈。这几种造型呢是存在 3D 中的啊，也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2D 的线条哈，你在 3D 中是看不到的，你看不到的线条在那里。可是如果我们是用这个变形体。的这个线条去画的时候，好比说我现在随便画的啊，随便画，画一个造型，
啊，比如这样，好，一个造型出来，它你看它是一个面了哈，因为我封闭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面。那我如果把中间的删掉，好，你看到它也是线哈，它是面啊，面有线哈，这样对不起，等一下再说明那个线跟面的关系。这样是一个空间中的 3D 的线条。可是你到 2D 依然看得到，在这个地方依然看得到哈。那这个就跟 2D 的线条是区别的哦。好，也就是 3D 的线条跟 2D 的线条是不同的。3D 的线条这种辨析体出现的线条呢，它是可以用来定义面的哈，一个面。所以我们刚才做这个呢，在 3D 的时候呢，它是可以单独做一个面的啊，包含比如说，我现在用一个方形这样来做啊，你看它是一个面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几何的关系里面哈，有点、线、面啊。那这个点呢，是构成线的这个元素；那线呢，是构成面的元素。它有一些层级的关系哈。那几个面，它才有办法再合成一个实体啊，变成一个体啊。所以我们这种几何关系要牢记在心里哈。我为什么说牢记在心里？因为操作的时候呢，必须要你要很清楚，你所操作的对象是点还是线还是面。好比说，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变形体，我用这个实体做一个方，固定的方形啊。做一个这样的方形出来，你在操作它的时候，你到底是操作这个点？你看，我可以操作这个点哦，我可以，啊，这个，你看，我可以操作这个点哦，好，也可以操作线哦。这个是线的，那个被我折掉，我也可以移动它哦。就是我移动的是这一个线啊，然后面当然，如果你一移动，它就整个都移动了啊。比如我面，我可以这样，比如缩小，你看，我可以缩小。我操作的是这个面。啊，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，到底你所作用的对象是点还线还是面，必须要很清楚。那点跟线跟面这三个操作的方式，跟可以操作的这个那个内容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所以现在请各位稍微的啊，去试一下这个点线面啊，随意的画一两个体。那我们再继续说明它的编修的方式。